小有好嘅 feedback， 因為我自己都覺得有好大嘅進步空間嘅，無論喺唱功方面啊、表演方面都係。其實唔係話你上得多就有信心，其實如果你上得多，但你做得唔好，都係唔好咯。就似這一區曾經稱得上美滿甲天下，但霎眼全街的單位快要住滿烏鴉。好景不會每日常在，天梯不可只往上爬，愛的人沒有一生一世嗎？大概不需要害怕。所以其實要關乎你私底下的練習是否真的夠，你才會有個信心。你自己覺得自己私底下的練習，你給自己一份，你覺得滿不滿意？不滿意的。是啊，所以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勤力的人，因为有很多人比我更加勤力，但是一个很幸运的人。唯有再勤力一点，因为如果比你有天分的人更加勤力的话，你就会输得更加惨。所以唯有 更加就好像这段空闲的时间不要浪费了它。啊，即如果你悲观一点想，你就会觉得好像浪费了很多时间，但其实乐观一点想的话，你有多啲時間去增值自己都係一件好事。我覺得有批評嘅話，就真係代表你做得唔好，唔關你係咪新人或者歌手。盡量聽大家嘅意見咁樣咯，唔好太自我好多地方，因為以前係好內向，好多諗法係淨係同自己講，唔會同其他人講，就唔係幾好啊。同埋你都要聽其他人意見，以前都係一個唔肯去聽其他意見嘅，依家會慢慢學識接受人哋嘅意見。我唔改變就俾人鬧噶啦，所以要改變啦。因为入行的时候都不是很懂跟大家去表达自己的意见，所以现在的话就起码敢去表达自己的意见，令大家知道你在想什么东西，就会少一点误解。这件事其实是很值得需要学习的。以前没什么，这些身边没什么朋友会去跟你提醒，现在多了很多身边的人提醒你，你就自然就懂得说。